奶奶带着小孙女儿前来节目，道出家中变故。我儿子他现在是尿毒症嘛，尿毒症都已经三年多了，现在呢就是很困难了，所以才来求助你们，向你们帮帮我们，帮帮我这个家。贫寒的家庭让小小的他格外的乖巧懂事，只有在跳舞时，他的脸上才重新绽放童真的笑颜。儿子就是看到他有这个成果生才有活下去的念头。然而孩子的舞蹈梦如今却将面临破灭。在学校跳舞回来的时候，就是叫一声奶奶就哭了。我说你哭什么，什么什么老师真的又走了不来了。公益老师嘛，他不可能一直做公益，他也有家庭也有生活嘛。办学四年不收一分钱，这样的公益全靠他苦苦维持。建了这个学校三年多的时间，您已经投入了多少了？全部投入我还没有算过，但每年在50万左右这样的开销。我一直自己的积蓄往外拉，一到发工资我就压力很大。我看到那些孩子我就不想放弃。这样的公益舞校该如何维持？孩子们的舞蹈梦究竟要何处安放？敬请期待本期让我帮助你，我的舞蹈梦该如何继续。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南卫视大型生活帮助类节目让我帮助你，我是主持人雨桐。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和困惑，当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您可以来联络我们，我们将为您提供帮助。本节目是由飞科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媒体观察员程立庚老师，欢迎。同时欢迎我们的三位生活观察员，欢迎你们。今天要来到节目现场的是祖孙两个人，他们打电话告诉我们啊，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们要不远千里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说一说家里的事情。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他们。你们好。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这是奶奶和孙女儿，来来来请坐啊。谢谢。好可爱的孙女儿，今年几岁啦？我今年七岁。七岁啦。奶奶今天带着这么可爱的孙女来到现场啊，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吗？我儿子他现在是尿毒症嘛，尿毒症都已经三年多了。雅文知道爸爸生病吗？知道。知道。心疼爸爸吗？心疼。爸爸现在是在家里住着还是在医院里住着呀？家里。爸爸现在起来活动还方便吗？很少。去大多数时候是要躺在床上是吗？是的，他现在身体很差，都是靠那个透析维持生命。一天嘛要做腹膜透析，一天透5次。一天在家透析要透5次、啊、对，人家住在医院，我家没钱嘛，没钱只好在家里，在家里治疗。但是在家里治疗这些那个治疗仪我们又买不起，都是他同事包括他朋友帮他给他买的，就在家里治，那没钱没办法。等于是今天其实带着小孙女来是因为爸爸突然生病的这个事情，希望我们帮助你们是吗？现在呢就是很困难了，所以才来求助你们，向你们帮帮我们，帮帮我这个家，帮我儿子能把肾换掉了，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我也不要求什么，就要我们家能正常生活，能生活下去就是好的了，希望大家帮帮我们，谢谢。提到儿子的病情，雅文的奶奶没说几句就已经哽咽。原来祖孙俩几经波折来到节目，是为了给雅文爸爸寻找一个能够活下去的机会。这个贫寒的家庭实在是无力承担巨额的医疗费，如今没有钱在医院透析的雅文爸爸每天要自己在家透析5次，他的生命仅仅靠这个200块钱的简陋透析机勉强维持。心酸的画面让人不忍直视，
因为常年的病痛折磨，正值壮年的他形如枯槁，与曾经照片上的小伙简直判若两人。那么当年身体一向很好的雅文爸爸怎么会患上如此严重的病？而这样的重病究竟对这个家庭有怎样沉重的打击？让我帮助你继续为您讲述。儿子一开始就尿毒症了是吗？刚开始就是感觉不舒服，不舒服就吃点感冒药、嗯、吃点感冒药，后来一次去上卫生间，上卫生间就晕倒在卫生间里，后来他们同事嘛就把他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嗯、那同事问他要不要通知家里，他说不要，我女儿还小，他是2009年5月份出生的，2009年那个9月份，也就是说雅文出生没多久，其实爸爸就开始出现这个身体不好的情况。对对，3-4个月他就生病了、嗯、他就生病了。后来自己在医院里面嘛，实在是不得已才打电话给我们，通知你说他生病了、嗯、也没说是什么病。接到电话以后，我去看一看，他躺在医院什么都不能动，吃喝拉撒都在医院里面，动都不能动。我说舅舅问医生、嗯，这是什么？我说我儿子怎么了？是什么那个？嗯、他说，肾性高血压，我都不知道肾性高血压是怎么回事。所以等于是儿子突然病了，对吗？对的，他那个时候血压是220-180，高压是220。低压是180，医生这样告诉我，正常的嘛是高压120，低压是80，90-120正常的一个数值。后来在医院里面住了将近快一个月嘛，是血压降下去了，嗯，他自己也就看到这治病那个病嘛，一天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他就也知道家境了，就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要出院，我要去上班。医生当时没跟他强调这个疾病可能后期的严重性吗？如果不好好休息，说了他要他休息，他就说我一边上班一边休息，我会好好配合医生，我会吃药的，我会那个的、嗯、你放心好了，就跟医生这么说嘛。他坚持，医生也不好留，就把他就让他出院了，出院就在厂里面上班，就等于出院接着就去上班了。哎，就上班，他就想到那个时候在住院的时候把他的赚的钱继续和我们家的继续就用的差不多去了，就没什么钱了。他想到没钱嘛，就家人也没有想到这个疾病其实后期的严重后果。不知道那个病就有这么严重啊。那他说好了嘛，他跟我说妈我好了，就这样子。我以为我真的以为好了，我不懂，就真的以为好了。那他在这个期间真的是配合医生了吗？有复查，有检查，有吃药吗？去了，查也查了，但是他这个病是，在厂里面上班压力大，工作那个量大。是什么工作？他是做机械，做机械做模具的。哦。再说那个环境不好，那个做模具的那个里面的卫生条件有点差，所以根本就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是的，是的。3年前开始发展到尿毒症、是吗？对。儿子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是吗？这个家里。是的。所以儿子一生病一倒下，这个家现在非常的艰难。辞职以后他自己什么都不做，又整天的消极的不得了，心直接叫我不想活了。我儿子在生病在住院的时候，那个他看到我借钱，向人家借钱借不到，就反正后来说我嘛，说我儿子听到了，就从楼上19楼就想跳下去。后来我一看他在哭，站在那个窗台上，那个医院的窗台都很难吹嘛，他看到那里就好，那种表情很绝望的那种表情，我就把他抱着，我说你想怎么了？我不想拖累你们，你们把我带大，现在我刚刚想来赚钱嘛，又得了这个病，还在拖累你们，我不想拖累你们，我们母子俩晚饭也没吃，哭了一个晚上。再想想，我劝他，女儿才这么大，老婆又对你这么好，我们做父母的都不想这样子看，眼睁睁的看到你走这条路呀。我说有希望，尽量
自卑好起来的，我想办法也要治好。肾病真的对一个家庭来说是经济负担比较重的一个病。所有的家长活到家里的房子都卖掉了，房子也卖了，家里的房子都卖掉了，因为孩子嘛，就是我们的生命。我说身体好了以后，什么都有了，我这、就是这就是一狠心就全部把它卖掉了，什么现在花了多少了？到目前为止嘛，几十万，可能七八十万都有了吧。发的那个我自己租了那个房子啊，这些积蓄什么东西都用光了，还借了20多万块钱外债。现在还借了20多万外债是吗？对的，实际数也。现在我儿子，你们没看到，看到都心疼。以前是白白胖胖的一个孩子，现在都全身都发黑，脸上到处都是那个毒菜都排不出来的等，就像大豆一样的，全身上脸上额头上到处都是，耳朵上都是毒排不出来。曾是家里经济支柱的雅文爸爸患病之后，没有了工作能力，为了治好病，家里投入了所有的积蓄，甚至还借了几十万的外债，至今还没有还清。对于这个贫寒的家庭来说，雅文爸爸能够活下去就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如今一家人的生活都要靠雅文妈妈和爷爷卖菜卖水果来维持。清贫的家庭让小雅文异常懂事，从记事起他就开始帮奶奶一起照顾爸爸。看到女儿小小年纪就这么懂事，爸爸也倍感欣慰。雅文是个优秀的孩子，现在他慢慢长大了，也懂事了，好多需要我照顾到他的地方他都用来照顾我，确实让我很欣慰。现在雅文爸爸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女儿跳舞，拿起女儿获奖的证书和奖杯，更是有着满满的自豪。提起女儿跳舞，雅文爸爸的脸上充满了笑容，仿佛一瞬间忘记了病痛。的确，这些年雅文在舞蹈方面展现出来的过人天赋，成为了这个饱受风霜的家庭最大的安慰。但是对于一个如此艰难的家庭来说，送孩子学习跳舞曾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很喜欢舞蹈是吗？雅文，是的。可是我们知道像很多这种兴趣班啊，舞蹈也好音乐也好，其实也是一笔开销，现在家里有办法吗？我家里哪有钱让他上学，上舞蹈学院啊？就是上学的钱，到下个学期上学的钱，我们都不知道在哪，哪有上学的钱啊？就是这个学校是公益的，是那个爱心老师为那些贫困孩子活到爱那个农民工孩子开办的那个舞蹈学院，是这样子的。所以是公益学校，是的，是的。雅文喜不喜欢学校啊？喜欢。喜欢舞蹈学校。你最喜欢跳什么舞啊？哪个舞都喜欢。哪个舞都喜欢啊？今天愿不愿意现场给我们跳一段啊？你最喜欢跳的？好。好吗？我们来看看小雅文的舞蹈。各位老师看的这个舞蹈感觉怎么样？我一开始看见雅文的时候觉得特别可爱，但是他一开始跳舞呢，我就觉得真是很有气质的一个小宝贝儿，然后那个也就感觉像一个小大人一样，然后挺心疼的。在楼上化妆间的时候我看一个
哎，特别懂事儿的一个小雅文。对，到这儿呢，要看一个比较羞涩的小雅文，而且跳舞的瞬间激发出来了，对，她真正的美，真不错。刚才跳舞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她身体里面迸发出来的那种力量，陈老师。这个小雅文在这儿坐着呀、啊，应该说与她这个年龄特别不相符，就是看到奶奶说的时候，就是她特别的那种这个乖巧，然后她很懂事儿，一句话不说。其实我有时候都在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家里边的这种困难，要不要让孩子知道？因为她太小了，但是她跳舞的时候特别的投入，我觉得孩子可能就在她跳舞的那一刻呀。他才投入到了他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他才会把那个家里的这种困难跟不愉快才能够忘到。他刚才跳得极其的投入，那个一招一式跟他完全投入到那个里边当中的时候啊，我觉得那才应该是这个年龄应该有的那种童真跟欢乐。对，儿子就是看到他有这个成果生才有活下去的念头。以前都是说一直说他拖累了我们，看到女儿这样成长，他说要陪，他自己也想到要陪女儿长大。雅文的家庭令人无限唏嘘，也为这个小女孩的童年感到心酸，但当看到孩子跳舞时那全身心的投入，大家又十分欣慰，因为跳舞，贫苦的家庭并没有让这个孩子失去对未来的希望，也因为跳舞让他获得了跟同龄人一样的快乐。当大家都在为雅文能没有负担的学习跳舞而感到高兴时，奶奶却说出了一个令人担心的事情。在学校跳舞回来的时候，就说叫一声奶奶就哭了。我说你哭什么？什么什么老师真的又走了不来了？就这样子，就那个老师确实也老师的流动性很强，公益老师嘛，他不可能一直做公益，他也有家庭也有生活嘛。学校经常会换老师吗？会。学校现在有固定的场所吗？没有，已换过很多次了。最困难的时候，刚刚开的时候还在露天教学生，或者是在人家的阳台那个下面，在超市都教过。确实，我看到吴校长这样子带着孩子献这份爱心，我们说随便谁都做不到这一点。没有固定的场所，老师渐渐出走。这样的学校已经岌岌可危，这让雅文的奶奶十分焦虑。没有了公益舞校，孩子就没了学舞蹈的地方，这样的结果究竟对孩子的打击会有多大？所以我问问雅文啊，听奶奶这么说，如果有一天这个学校办不下去了，不存在了，怎么办呢？会害怕吗？听到这个阿姨说的这个话。会。自上台后一直乖巧的雅文，在听到主持人这个问题之后显得格外手足无措。对他来说，这所舞蹈学校不仅仅是学跳舞的地方，更是他梦想的摇篮，而孩子身上承载的是他们一家人的希望。这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公益学校？而我们又能为雅文的舞蹈梦做些什么呢？所以今天啊，其实奶奶这番话说完，我觉得我们可能又多了一个要去了解的事情，或是我们又多了一个是不是我们试图可以去想办法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学校能不能继续为像雅文这样的孩子提供这样的地方。那今天吴校长也来到了现场，我们也特别想跟吴校长聊一聊，那现在学校的经营状况怎么样，怎么去维持这样的一个学校。来，让我们有请一下吴校长。您好，吴校长。好，您好，欢迎来，请坐。今天吴校长来到现场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学校的名字是什么？我是昆山公益明星舞蹈学校的校长吴浩。校长您好。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学校开办了已经有多长时间了？近四年，2013年开始。哦，到现在有将近三年多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孩子招收的学生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全是全国的打工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还有就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特困家庭的子女。哦，等于真的是就是公益学校对吗？对，纯公益。纯公益。那学校的老师他们是公益的吗？有这个什么要支出的一些费用吗？每个月有发工资。那工资是谁发呀？也是这么多年我的积蓄，还有一部分是社会爱心人士的捐助。哦，那等于其实学校主要是靠你对吗？老师们是领取基本的工资对吗？对对对，是这样。刚才雅文奶奶说其实学校很多老师也有离职的，因为发不起工资吗？学校现在有多少个老师啊？现在还有五个老师。还有五个老师。现在在校的孩子有多少个呀？孩子现在教室我们控制在200那个以内。200以内。嗯，可能太多了也教不过来是吗？对，因为这几年我们受益的孩子5000多孩子。建了这个学校3年多的时间，您已经投入了多少啊？全部投入我还没有算过，但每年在50万左右这样的开销，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没有太大的能力。嗯，所以又不想放弃这帮孩子。嗯，吴浩一手创办的江苏昆山明星公益舞蹈服务中心办学近4年，已经有5000多名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以及家庭贫困的孩子在此圆了他们的舞蹈梦想。而备受家长和孩子们依赖的学校如今陷入了瓶颈，难以维持。带着好奇，我们来到了江苏昆山。几经波折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孩子们练舞的场地。即使事先知道学校十分困难，但眼前的景象着实让我们感到吃惊。破旧的厂房，水泥地面，甚至连空调都没有。炎炎夏日，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依旧认真地学着各种各样的舞蹈动作，珍惜着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哎，你好，您是做什么工作？我是在超市做促销员的。那您孩子在这跳舞跳多久了？有4个多月了差不多。那您还跳舞有没有交过学费？没有，一分都没有。但是他们也不收钱，他们是做公益的嘛。老师对待孩子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办学4年，从没向孩子家长要过一分钱，这样的公益舞蹈培训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校长吴浩又是为什么会想到办这样一所学校？做公益之前他的生活又是怎样的？让我帮助你继续为您讲述。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云南卫视大型生活帮助类节目《让我帮助你》，本节目是由飞科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所以其实听吴校长啊，很简单的在跟我们说，我们就会发现当初做的时候就是想帮帮这些孩子，但是3年多经营下来，自己都不知道投入了多少精力和金钱，越来越艰难。那这样接下来我们跟校长更多的来聊一聊啊，包括学校经营的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请各位老师也帮我们参考一下，探讨一下，包括如何做公益这个问题。这样雅文和奶奶休息一会儿好不好？然后我们跟校长先聊一聊，来休息一下。嗯，来。吴校长原来就是舞蹈老师吗？我是大别山区这农村出来的，就是是初中没毕业就住学。小时候没有学过舞蹈啊？没有，19岁左右，那么就到了外地广州去打工。哦，外出打工。偶尔是看到了路边看到跳舞。哦。那么就是想到了自己，因为很喜欢了舞蹈，因为打工的是什么苦活累活全部都干过。嗯。那么就那挤出来的时间，一直学舞蹈，那么后来就慢慢就是走上了舞蹈这个道路。哦，所以是因为自己喜欢开始慢慢学的。一开始先接触的是什么舞种啊？拉丁舞。拉丁。那学着学着有没有就是专门报舞蹈班然后去学呢？后来就是一边打工赚了钱就报舞蹈班。哦。报舞蹈班就是时间久了就是以舞养舞，一边教舞一边继续学。
哦，就可以教别人跳舞了，是吗？对对。真的就开始，我们说不是专业道路了，而是走上了这个舞蹈的行业，对吗？哎，对，走上职业舞蹈老师去。哦，职业舞蹈老师，那后来是在广州教别人跳舞吗？在广州，自己开了很多舞蹈班的培训机构这样。哦，在广州开舞蹈培训机构，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收入情况各方面怎么样？还算可以，有了很多积蓄。在广州安家了吗？在广州安家。广州买房买车，在那个时候是吗？对，那时候还是比较宽裕的，就是也不是说怎么样太有钱，怎么样还算同行还算可以。但是你看，能买房买车，在广州生活应该还是不错的了，经济状况。按说如果继续办下去的话，是不是现在生活状况各方面都会很不错？那如果那也不敢想象，那些肯定是很好的。当年吴昊在广州创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并因舞结缘了妻子。1995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一家三口的生活幸福美满。这个来自大别山区的农村小伙，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站稳脚跟，生活富足。但是因为一个突然的念头，让他与家人的生活就此改变。怎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突然决定来到现在办学的这个地方？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农民工或者家里条件困难的孩子，我非常触动，自己也是穷苦出身，那么也就想有自己有这个能力，也是教舞蹈，那么这给他们一个平台，一个梦想，一个或者像一个机会。那怎么会来到现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昆山是全国都知道外来工比较多的集中的一个城市。那家里人能支持吗？你看你在广州都买了房了，买了车了，生活很稳定，突然你决定要去昆山。我爱人起初是不支持的，也是比较反对，现在那么他是更加支持，看到过孩子们可怜，改变很大，那么现在所以他非常支持，非常支持。那开始的时候，其实家人反对的情况下，你还是把家就迁到了昆山，是吗？家人跟着你过去了。对对对。一开始办学投入了多少？那时候是怎么开始的呢？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计划，想怎么样去开始，因为就是一腔热血，看到了这被触动，会感动，会就开始招孩子，对吗？招收孩子，教学学跳舞。对，招收孩子。一开始有几个孩子？开始，刚开始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300多孩子来的。因为那么是你免费嘛，那么都是在一个传单出去，很多质疑不相信，我们到所有的工厂，那么打工的那些贫困地方都是传单出去，他们说天上有哪掉下来馅饼，那么不相信，那么大家都因为从来没接触过舞蹈，有的孩子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么都来了，就在昆山那个春晖路的那个启动的，打算是说住一个暑假，那么就结束。那么一暑假过后的时候，太多的孩子怎么觉得有可塑造，就非常爱舞蹈。舞蹈就是那我就是几个老师我们商量，就这样继续下去，就一直到了今天。那这么多年，这个包括这个花费啊，包括工资啊，广州的房子还在吗？还是其实你已经把那边的房子车都卖了呢？全卖了。都卖了，就都填到学校里来了，对吗？因为这几年我们换了场地太多，昆山好多地方人都知道，我们这个地方不行的时候，流动又换到另外，换了4年都换了8个地方。所以这些费用啊等等的都在产生，老师的工资也是。对，老师工资也是你用自己的积蓄去发工资吗？我一直这自己的积蓄往外拉，跟每一次我跟我爱人说，我说
这一次拿了骨灰，下一次有可能更多的人帮我们，有可能我们就会有好转。其实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爱人，我每次跟他一到发工资我就压力很大。但是我真的觉得你的爱人也真的非常棒，就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愿意支持你。他在上班吗？在上班。在上班。所以其实家里面自己家里面的开销是因为妻子上班来维持着这个家，是吗？其实怎么说，其实公益，很多人说我有什么爱心怎么大爱，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因为从小太苦，家里太苦，我看到那些孩子我就不想放弃。有没有企业或是有没有固定的现在这样子的地方来帮助你们，来资助你们呢？没有一家固定的企业在帮助，只是可能不定时的有一些人或是地方会给一些资助，是吗？非常不稳定。对，因为毕竟我们在昆山很多人都知道，这确实很多孩子受益都看在眼里，有很多企业的老板都以个人的名义多少都是有来帮助。但是这样永远维持不了，它开销大，它是一家教育机构，不是一个活动。我特别能理解吴校长的感觉，他看到这些孩子放不下，包括刚才其实我们看到小雅文，就对雅文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学校是他的全部，他最开心的力量的来源。但是听到吴校长说现在学校的经营状况也的确是非常的艰难，因为吴校长不可能这个积蓄花不完，包括家人能撑多久，三年多可以撑下去，那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呢？提到妻子，吴浩十分愧疚，因为自己做公益的信念让家人失去了曾经安稳的生活，养家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如今经济上入不敷出，以及对孩子难以割舍的情感，让吴浩这条公益之路走得异常艰难。听了吴校长的公益故事，大家也都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听听你们的看法。我觉得做公益是一件好事儿，然后我也特别敬佩吴校长这个精神，但是呢，做公益它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我现在觉得吴校长这个学校的模式可能是出现了点问题。我想能不能就是比如说招一些志愿者教师之类的，我是这样想的。现在学校老师的工资是多少呢？工资是4000到5000这个之间。每个老师是吗？所以其实这个还是要保证他们生活，那你开销真的非常大。你比方10个老师的话，一个月的工资其实就是要5万块钱，万一多的话会更多。而且刚才听奶奶说，孩子们很多衣服呀，然后甚至舞蹈服啊、鞋子啊什么都是学校买，这都是我们提供。这些钱也不少吧？其实一套舞蹈服装其实并不贵，网上买很便宜。关键孩子多呀，因为就是量大了。对呀，你要是一个演出，要是我们说你有30-40个孩子参加的话，就算便宜一套一两百块钱，这一次演出也好几千呢。舞蹈鞋、道具、服装全是我们提供。哇，难怪这个开销，你看啊，工资加上这个各种演出服，因为我们都知道舞蹈不是一种舞种，你可能今天跳民族舞是一套，明天跳现代舞一套，后天可能像刚才我们说什么拉丁啊这一类又是一套。吴校长一上来吧，给我的感觉吴校长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个人，他不忘初心，做得非常好。但是做公益吧，我接触很多很多这样的，就是心一动一激动就想帮助别人，没有错。但是做一个项目的话，你这叫项目了，教育机构了，
你就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你不可能完全用你自己的钱，因为你要生活，你要养家的。如果你一个人没结婚没有孩子什么都无所谓，你要养家。所以说我希望你通过今天对未来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节目现场大家都对吴昊免费培训舞蹈的行为表示赞赏，但同时也提出他做公益的方式方法存在问题。为了更好解决吴校长所面临的问题，节目录制前编导特地将公益学校的资料交给了媒体评论员程老师，对学校已经有所了解的他会给出吴校长怎样的建议，这些建议能否真的帮他走出困境。我还真是了解了一下这个吴老师啊，他们这个就是昆山公益民心舞蹈。我觉得我试着我来说我的认识跟理解啊。吴老师首先呢，他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他本身也是一个苦孩子出身的，对，然后他有了一个爱好舞蹈，他有了今天之后，他真的看到那些个和他一样的这些孩子们，他就想到了自己曾经的童年跟这种内心一想，他们也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他做了一件好事儿。而且吴老师是因为舞蹈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所以他觉得一定要把自己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这样的一个获得了这种回报给他们，因为他又觉得有这样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最初最简单的想法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想给这些个打工子弟啊或者留守这些儿童们呢，给他们一个快乐，给他们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机会。但是没想到那么多人来了，来了以后呢，我又在想他可能做不下去了怎么弄啊，我又觉得他你可能还是自己拉一个班子来干。我也了解了这个吴老师，其实他们这个做的还是很规范的。为什么呢？第一呢，他是注册成立了一个非盈利的民营组织，一个公益组织，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正常成立的机构，是有组织人有董事有这个职员有人的，这个东西是很全面的。然后为了把它管好，他有营业执照吧，他还找了一个这个事务所帮他们打理财务，就来管他自己的财务管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需要有些社会的这种有支持有捐赠啊，也为了规范，他又合作了一个基金会，所有的款项通过基金会来进行运作。这又是一个公开的透明的。对，他还请了一个律师事务所来负责打理跟他公司相关的一些个有关的合同啊事项，对吧吴老师？所以其实他想的要说起来很全了。对，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我在想吴老师，我说话呢如果不对的话还请你原谅，您做这个公益做这个好事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您认识上可能有个问题，做公益不是说就一定要我免费给你，甚至还要我搭钱。公益不是一个贴钱的活动，对，公益也不是没有成本的，任何一个活动都要有投入，更不要说搞公益跟慈善。我觉得它一定是建立在极好的运作的这种模式和经费支撑之上的，仅以你个人的能力想让它支撑起来，我觉得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吴老师不要不好意思的把你的这样一个好事跟你的做法说出来，也不要不好意思的去求得政府企业跟社会各界的对你的认可和支持。那么多的子女他们的父母都在那个企业安心的打工，企业可以给你一些支持啊，你有基金会的投入，对于企业他也要这个行使社会的责任跟义务，他也有义务来去做这种慈善，对于企业也有好处啊，他可以增加他的美誉度啊，对，其实你都可以在这些层面上来去得到他们的支持。对，只有这样你才能使你的这件好事儿长久的做下去，你才能不仅仅帮助现在的这些孩子，还能帮助以后的孩子啊，你才能不能让雅文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因为你的老师们不能再继续做下去了，七岁他就不能再实现梦想了。所以吴老师我觉得你不能够说就想用自己这样去扛下去，
我觉得是扛不住的。如果今天雅文跟他奶奶不来，是不是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你这个事情，是不是还很多人都不了解你，你得把你这个东西说出来。为了公益，舞蹈学校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帮助更多有舞蹈梦想的孩子，主持人和程老师纷纷进言献策。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吴昊和他的明星公益舞蹈培训学校，能够献出自己的力量，给予他们帮助和支持，让小雅文以及和雅文情况类似的孩子们都能够毫无负担地学习舞蹈，在舞蹈中享受快乐的童年。说了这么多，然后我也觉得，因为小雅文和奶奶来到现场，才让我们知道了啊，校长学校里面包括有这么多的孩子因为这个学校去受益。那接下来我们再把雅文和奶奶请到现场来。本来是来说自己这个家里面的事情，说着说着我们又说到了吴校长。但我觉得啊，虽然家里面有爸爸的这个病在困扰着全家，但是我觉得小雅文又是很幸运的，因为碰到了吴校长。刚才我们看你跳舞的时候都被你感动，我也特别希望你接下去啊要特别认真的再去学跳舞，把这个舞跳好，好不好雅文？好的。肯定特别开心。我再问问奶奶啊，就您孩子的这个现在的身体情况，医生是怎么说的呢？医生就是说现在主一唯一的就是放肾，其他的就没办法了，要不就是保持让他这样子慢慢的慢慢的用病魔折磨他。换肾一是要等肾源，第二就是这个手术的费用。对呀。现在手术的费用要多少呢？一般都是八十万和五十万之间不等，要看他身体的状况情况。哎，对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节目啊在想两个事情，一个是我们也跟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热心人士啊，包括一些机构啊，包括公益机构，我们来说能不能有更多的人来帮助雅文一家。其实这个需要全社会的力量，我们来募集资金啊，来帮助他们。另外一个就是更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包括我们这样的社会力量，来帮助吴校长这边，帮助他们去这个机构啊运作得更加的好，然后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云南卫视大型生活帮助类节目《让我帮助你》，本节目是由飞科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